这个皇上太幸福了，两个妃子同时怀孕，但他们的待遇却截然不同。皇上每日都陪伴着宠妃春花，关心她的衣食住行，而在冷宫里的妃子洛洛则是扛着大肚子干最累的活，每天要洗100盆脏衣服。幸好她的娘家在朝堂占有一席之地，皇上迫于岳丈的压力，无奈地下令谁先生下皇子就将他作为继承人。谁知晚上突然雷雨交加，似乎是在暗示会有不平凡的事发生。春花躺在柔软的棉缎被里，正要入睡，肚子忽然开始阵痛，急忙让丫鬟找来皇上，有了他的陪伴才安心。皇上眼看孩子要出生，立刻命太监传召接生婆，要着守在门外。大雨持续不断地下着，冷宫里落了在单薄的床铺上也有了临产的征兆。伴随着肚子剧烈的疼痛，他强撑着身体，让丫鬟小红赶紧去请接生婆。小红冒着大雨不停地拍打宫门，外面没有一丝反应，无奈之下他只好折返回去。眼看着洛洛有性命之忧，小红又一次地冲向宫门口，声嘶力竭地喊着救命，门才总算打开。他赶紧把里面的情况告诉守卫，可是他依旧纹丝不动。小红马上明白他的意思，掏出身上所有的银两递过去，希望他能帮主子找个接生婆。守卫看到银两两眼放光，当即让人去请接生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手下回来告知小红，宫里唯一的接生婆正在宠妃春花的寝宫。小红无奈之下突然想起主子的好友王爷李牧，于是就跑了出去，想要找他帮忙。与此同时，春花也生产在即，皇上急忙让接生婆进来，叮嘱她要好生伺候，赶出意外便要她好看。这时皇后暗示她去门外等候着。同一时间，李牧扮成侍卫带着接生婆，在小红银两的贿赂之后才能顺利进入冷宫。洛洛在接生婆的安抚下拼尽所有力气，经过漫长且痛苦的产子过程，终于随着孩子的啼哭声，皇子顺利的诞生。另一边，春花的贴身丫鬟也立刻向皇上报喜，主子诞下大皇子。皇上满脸都是笑容，急忙接过皇后手中的孩子，慈祥地看着他。这是侍卫来报冷宫那边也同时生下皇子，皇上立刻变了脸，反驳道自己怀里的才是大皇子，这么明显的偏爱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旁边的皇后此刻说话，孩子出生的先后顺序关乎着皇位的继承，需要问清楚再来定夺，于是传召冷宫的丫鬟。片刻后，狼狈不堪的小红跪地恭喜皇上，以为主子先生下的孩子可以顺利成为太子，没想到皇上一脸不快，怒斥道他怀里的才是大皇子。小红认真地说出皇子生辰及他出生时满屋都是香气，皆是祥瑞之兆。此刻皇后跟着解释，洛洛生的孩子定会为朝堂带来好运。谁知皇上执意反对，坚持春花的孩子就是大皇子。皇后见状也不敢多言，知道他也没有去看洛洛的意思，就主动提出去照顾。小红虽替主子委屈，但他也只能向皇上谢恩，转眼跟着皇后离开。而皇上则立刻抱着孩子笑容满面地走进春花寝宫，嘴上直夸他立了大功，要封他为贵妃。春花听后脸上挤出一丝微笑。一旁的丫鬟怕皇上累着，担忧着想接过他手中的孩子，皇上满脸笑意说自己的一点都不累，直接将洛洛抛到九霄云外，居然当晚就下令要把二皇子交给新者库府呀。洛洛听后顿时心如死灰，眼泪大地的落下，哀求着坐在对面的皇后，希望她能帮忙。善良的皇后立刻应承下来，起身去了春花的寝宫。刚见到皇上就直接说出此番来意，提议自己可以抚养。皇上本来不想答应，但躺在床上的春花也帮忙求情，皇上思虑再三才同意皇后抚养。听到满意的答复后，皇后赶紧折返回去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洛洛。洛洛心疼地抱着孩子，轻轻抚摸他的小脸，目光始终注视着怀里的皇儿，不舍得交与他人，可纵使内心悲痛万分，也要为孩子的将来考虑，鼓足所有的勇气才温柔地递给皇后。皇后善解人意地开导洛洛，只要他从冷宫出去就会把孩子还给他，然后便起身离开，留下的洛洛无力地坐在床边痛不欲生。而此时初为人父的皇上大肆地在朝堂宣扬这件事，流水席办了三天三夜，还当场封春花的孩子为太子，开心地大赦天下。皇上心满意足地下了朝，直接就去了春花寝宫，迫不及待地要陪他们母子。春花得知洛洛生完皇子后仍然在冷宫关着，想起两人曾经也是好朋友，于是向皇上求情，希望可以放洛洛出来，皇上却没同意。原来他一直认为洛洛和李牧有私情，也知道在生孩子的当晚是李牧找的接生婆，这让皇上更加怀疑两人的关系，所以才继续关着他。春花见皇上如此坚定，也不好意思再开口，
落了在冷宫度日如年，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孩子，却突然听到一阵哭声，立刻起身跑到宫门口，像疯了般寻找自己的孩子。守卫见他这样于心不忍，便好心提醒洛洛，只有先想办法出冷宫，才有机会看到皇子。此刻失魂落魄的洛洛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满心满眼都是孩子。没过多久他就病倒在床上，陪在洛洛身边的小红见主子日渐消瘦，就去安慰他一定要为孩子振作。洛洛听后绝望的心再次燃起了希望，谁知厄运悄悄降临，太子的哭声响彻整个皇宫。春花衣不解带着守着他，祈祷孩子快点康复。皇上得到消息急忙赶来询问情况，听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就更加担心的立即召见太医。看着他慌乱的进门，怒气冲冲的责怪太医，太子病得如此严重，他居然擅离职守。太医赶紧跪地解释，刚刚是去抓药了，立刻继续帮太子诊治。春花子跪在地上迷信地祈求上苍的保佑，见皇上过来希望他也能为孩子祈福。没想到皇上竟没片刻犹豫，直接跪在地上咚咚咚地磕了三下。春花连忙将皇上扶起，想起同为母亲的洛洛还在冷宫，就再次替他求情，认为这样做能为孩子积福。见皇上不为所动，立刻跪地请求他。皇上看着春花善良的模样，只好无奈地同意。气妃洛洛太惨了，孩子刚出生就和他分开，现在也是为了替其他皇子积福，他才回到之前的宫殿。虽然屋里的装扮没有丝毫变化，但他依旧觉得十分陌生，脸上也没有欢喜的表情。小红不知主子既然出了冷宫，为何还是不开心。洛洛正要回答，看到皇后抱着二皇子过来，她顿时露出笑容，接过自己的孩子缓缓坐在凳子上，眼神一刻不舍地从他身上移开。对面的皇后开口说，这次洛洛能出冷宫多亏了春花的求情。谁知旁边的嬷嬷却插嘴，还不是为了给太子积福，她才求了情。洛洛轻握着孩子的手，并没有听嬷嬷的挑唆，而是对春花的帮助心存感激。此刻她只想好好照顾孩子，其他都不重要。接着温柔地亲了亲孩子的额头，也许是春花的善良感动上天，太子的身体果然逐渐好了起来。皇上终于露出笑容，幸福地看着春花母子。可好日子还没过几天，太子的病情再次复发。皇上急忙赶到春花的寝宫，见着伤心不已，温柔地安抚自己定会护太子平安。就在这时，太监突然来报子妃马上要生了。皇上直接冷漠地回答道，只是生个孩子他去不去都一样。春花怕落个红颜祸水的名声，假装大方地催促皇上离开。无奈之下，皇上叮嘱春花注意身体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皇上听到子妃大叫的声音，一脸的不耐烦，认为他生个孩子动静太大。几个时辰过去，子妃又给皇上生了三皇子。太监赶忙跪地不停地恭喜皇上，福气真好，再次祸喜龙子。一边欢喜一边忧，太子还是夭折了。春花撕心裂肺地哭着，大喊着要随他一起去。皇上得知消息，立刻慌张地赶去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。他伸出手在孩子的鼻下试探，却感受不到生命的迹象，于是强忍着心痛扶着满脸泪水的春花，内心十分悲痛，居然将怒气撒到宫女身上。幸好皇后及时出现，他们才侥幸活下来。事后皇上召见所有伺候过太子的人，询问是何人将病带进宫传染给了太子。宫女们都吓得跪地瑟瑟发抖，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承认。这时一位宫女颤颤巍巍地告诉皇上，二皇子的奶娘几天前来这里给太子喂了几口奶，两个皇子还在一起玩了会儿。皇上听后大怒，立刻认为是二皇子的过错，打算要严惩他。很快皇宫里传遍谣言，说太子死了，皇上要二皇子去陪葬。这些话刚好被路过的洛洛听到，他急忙向皇后的寝宫赶去。此刻太监带着圣旨来到皇后的寝宫，抓了二皇子的奶娘，这时却被走进门的皇后拦下。他们正僵持不下，皇上突然出现，愤怒地斥责奶娘害得太子病情复发。皇后尝试着拉回身旁人的理智，解释这并不是奶娘的错，二皇子一直身体健康没任何问题。可皇上根本就不听，要给太子的死一个交代，立即命人将奶娘处死，还要把二皇子幽禁。洛洛此时突然出现，连忙抱住二皇子跪倒在地，决心要保护孩子。皇上见到洛洛这副模样，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是更加的厌烦，直接命人将他们母子分开。只剩洛洛伤心地靠着床边，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愧疚，才使孩子受这么多的苦。小红劝慰着主子，他已经三天都没吃饭，身子会扛不住的。这时皇后走了进来，告诉洛洛二皇子没事，他专门安排了宫女照顾。洛洛当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皇后，希望她能让自己见一眼孩子，可是皇后也无能为力，
毕竟皇命难违，他看着伤心的洛洛，伸手搀扶起他，连忙让他坐在床上。而另一边的春花日子也不好过，他痛失了孩子，每日都是无精打采。皇上见状，柔声的安抚，让他不要太难过。春花埋怨皇上，都是因为他身上的杀戮过重，才让自己失去孩子。皇上紧紧地抱着春花，不知还能做些什么宽慰他。自此春花的身体愈发虚弱，但同为母亲的他明白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便劝慰皇上将二皇子还给洛洛抚养，不想让这继续母子分离。皇上见春花如此善良，就答应他的请求，但要春花按时吃饭才行。看他端起碗，皇上紧皱着眉头终于抚平。你的儿子呀，福薄命短。刚痛失爱子的春花竟拉着子妃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，顿时惹来他的嘲讽。精神恍惚的春花根本没注意到子妃说话，心里只有对孩子的思念。子妃见春花没一丝反应，竟说皇后没孩子，洛洛不得宠，现在自己的皇儿最有福，接着得意地转身离开。旁边的胖丫鬟却提醒子妃，春花还在得宠，不定哪天就会再有皇子。这句话立刻惊醒了子妃，她转头看向春花，说不定哪天又枯木冒芽了。到了晚上，春花噩梦连连，满头的汗水，她立刻起身走遍御花园的每个角落寻找太子的身影，却一无所获，孤独地坐在台阶上。胖丫鬟刚好看到这一幕，与身边的人聊起来，春花最近都是一副疯癫的模样。这时子妃带着皇子出来，恰巧听到两人的谈论，就细细地询问一番，一个狠毒的计划涌上心头。于是子妃故意领着皇子来到御花园，他们站在春花的不远处，子妃俯身告诉皇儿让他先玩，自己马上过来。片刻后，皇子突然喊了一声阿娘，春花听到后立刻跑向孩子，却因太着急摔倒在地，等他再起身已经看不到孩子的身影。春花失魂落魄地在河边寻找，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的子妃，他慢慢地伸出魔爪，直接将春花推下水。子妃看着他拼命地挣扎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，认为他会是自己孩子成功路上的绊脚石，然后得意地大步离开。而春花因为落水身体变得更加虚弱，皇后得知这个消息急忙赶过来，从太医的口中听到春花的时日不多。皇后震怒，当即询问春花的贴身丫鬟是如何伺候主子的。丫鬟解释自己只是给主子拿衣服，回来时他便掉在水里。皇后觉得丫鬟玩忽职守，命人直接拖出去严惩。丫鬟连忙为自己辩解，当她离开时听到小孩子的声音，皇后谨慎地留下丫鬟，让她将事情原委说清楚。接着皇后示意丫鬟不要声张，然后若有所思地坐在床边。与此同时，在边关打仗的皇上收到皇后的信，上面给他说了春花马上香消玉殒，皇上立刻快马加鞭地回皇宫，一身铠甲都没来得及换，却仍然没赶得及和春花告别。皇上根本不愿相信眼前的场景，但泪水依旧不受控地落了下来。他躺在春花冰冷的尸体旁，责怪他为什么没等自己，然后缓缓转过头亲吻他的脸庞。后宫佳丽三千，却无人能及他。此刻皇上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悲痛，放肆地痛哭起来。这天洛洛去看孩子，碰巧遇见了子妃，他还没开口，子妃就嘲讽洛洛，他的孩子不是皇上血脉。洛洛不愿与他起口舌之争，默默地忍受着。谁知子妃还不肯罢休，说是二皇子克死了太子，他永远都得不到皇上的宠爱，然后得意洋洋地离开。洛洛没有理会他，着急地去皇后的寝宫看孩子，谁知却听到二皇子昏倒的消息。他担忧地跟着皇后来到二皇子的寝宫，经过太医的诊断并未查到病因，但皇子却依旧昏睡不醒。皇后催促太医赶紧去开药方，想尽一切办法让皇子清醒过来。洛洛泪水大地地滑落，看着虚弱的皇儿，内心无比的担忧。皇后见太医查不出病因，便决定去找皇上。他刚到大殿，就看见一位神医正在和皇上聊天，于是急忙将这件事情禀告给他，并请求神医去给二皇子诊治。皇上见状立刻心软下来，随即让神医过去。他们火急火燎地赶到，经过神医的细心诊治，二皇子是中了奇毒，必须使用亲生父母的鲜血才能解他体内的毒。皇后立刻拉着洛洛走到门外，焦急地询问他孩子是否是皇上的亲生骨肉。得到肯定答案后，皇后连忙跑去叫来了皇上。洛洛赶忙跪地感谢皇上救命之恩。皇上第一次正眼看向躺在床上的孩子，觉得眉眼间与自己有几分相似，内心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起匕首
划破手指，鲜血瞬间滴入碗中。神医将药喂给二皇子，见他喝过后浑身颤抖，洛洛担忧地询问缘由，明白是排毒的正常反应，仍不放心，着急地喊着孩子的名字。见二皇子缓缓醒来，皇上立刻意识到这么多年自己一直误会了洛洛，为了弥补他，皇上次日就封了二皇子为太子。洛洛终于苦尽甘来，用自己的隐忍证明了他的清白。好了，故事到此结束，关注八两，下集更精彩。